Hey, 大家早晨，嚟到 Melody 健康星期四啦，我系 Jason。大家好，我系 Rice 陈志康啊。喺咁啊，现场咧，我哋都有一位即系牙科专科医生啦。我哋有来自呢一个 iCaro 嘅 Dr. Chan 嘅 Dr. Chan 早安。早安。我们今天呢，好好的来了解一下这个牙龈的疾病哈。那如果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的话呢，可以随时留言在我们的这个 FB Live 的底下。待会儿呢，有时间呢，我们就请教一下 Doctor 了哈。好，对，同一个时间呢，我们的这现场访问呢，也会在待会儿进行的。所以呢，现在你可以把握这个时间，把你的问题想要问的啊，咨询的东西都留下来了。好。啱听过咧，就周华健嘅《花仙》。早晨你好，我系 Jason 林振前。早晨你好，我系 Rice 陈志康啊。系嚟到今日嘅 Melody 健康星期四啦。今日咧一齐嚟识别一下咩系牙龈疾病啊吓，点样去好好保护佢或者预防嘅咧？所以今日我哋请嚟嘅咧就系 Bandai Hospital iCaro 嘅呢一个Bandai 医院嘅牙科医生，我哋有陈允妮。Hello Doctor Chan 你好 ，Doctor Chan 你好。诶，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啦，因为牙龈疾病的话呢，其实可能会分很多种哈。如果牙龈疾病的那种早期的症状会是哪一些呢？给让我们去认识一下。通常牙龈的疾病早期呢，很多病人他们会就想 complain， 就是刷牙时候为什么一直会出血？嗯，为什么我用牙线的时候为什么牙肉一直出血？嗯，或者可能牙齿会比较敏感，这些都是属于一些比较早期的牙龈疾病。可是间接性，如果你们没有询问起治疗的话呢，它会导致成变成更严重，就是可能牙龈和牙齿之间它会储脓，口臭问题也可能是牙龈的早期的迹象，或者是到更严重的话，手术，所以你看起来你的牙齿会比较长，然后。最后的话就是牙，牙齿会更松动，可能会导致脱落也。哦，刚才你说的那个看起来那个牙齿比较长，会不会有些人他原本的那个牙齿是长得比较长，还是说其实基本上就是如果有这样子突然间越看越长的话，就是那个牙龈有问题？啊，你可以跟你隔壁的牙齿对比一下，因为牙齿颜色可能是偏暗黄。嗯哼，如果我们牙齿的根部已经是显现出来的话，证明你的牙龈已经有包着我们的牙齿。因为我比较好奇的那个点，其实也是很多人的同一个时间，他们没有可能发觉到这个事情。因为很多人一直觉得我所有我的口腔健康的一个指标就是我没有牙齿痛就好。可是那个问题刚刚好像Dr. Chan讲的，当你的牙齿你突然间你发现它暴露在空气中的那个范围越来越大的时候，就是其实代表着你的牙龈不断的在 recede。对，是我很想知道的一件事情。我知道的是它一定是和你刷牙的习惯有关系。一方面是、还有什么其他可能性？如果你的口腔卫生不良的话，就是好像有些人他们觉得不需要去检查牙齿啊，我觉得我牙齿很干净，可是他们那个牙齿里面内部他们看不到，所以就没有办法的很干净的去清洁。OK， 所以那时候的话就是那种牙菌斑积极的话会导致变成牙石，牙石就好像很硬的一个石块，对对对，它积极在我们的牙齿周围的话，它会把我们的牙肉推下往下，而导致牙龈收缩。当我们的牙龈收缩的话，那个周围的那个牙齿组织的支撑点就好像那个骨头来支撑的，我们的那个牙齿也会慢慢的降低，导致我们的牙牙龈收缩，因为那个牙齿的骨骼那边也是在收缩着。所以这个是那个口腔，如果有时候我们只是注意最基本的 ，OK， 刷牙漱口这样子是不足够的吧？不足够。所以其实我们应该更多的就是要预防的动作的话，或者要及早发现有一些些微小的问题的话，应该怎么做呢？就是好像如果你觉得你的牙齿有一瞬间或者很多次牙齿比较敏感。会比较常流血，你刷牙的时候就去见一下牙医，询问一下看是什么情况。哦，这比较，因为有时候就牙齿出血或牙龈出血是蛮 common 的。不是，但另外一个问题是，其实你就算没有牙龈出血，不然突然间觉得牙齿痛了，你半年大概半年一次，你其实也应该去检查一次。去 check 了，regular 这样子咯，半年建议啦。OK， 其实牙龈出血不代表是因为刷牙的时候，可是有时候情况是病人他们觉得
我说不干净，他们会刷很大力的啊，这个那个也是会出血。然后呢，那个牙刷的那个毛是硬的啊，或者是中度的，或者是软的，这些也会影响吧？啊，我们通常建议牙齿的那个用软比较好。嗯哼。牙线的话用比较小号了，可是如果牙齿跟牙齿之间的空间比较大的话，可以建议好像用小牙刷。嗯，所以你晚上要清洗你的牙齿的时候，你的步骤要做的比较多。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大家习惯上的认知的一个问题。因为像譬如说我们可能吃了一些味道比较重还是那个颜色比较深的东西的时候，你会下意识的刷牙的时候大力一点大力一点。这个我想问的那个情况是这样子，其实刷牙的时候我们有刷到牙龈这件事情是应该还 是建议的还是不建议的？我们是建议好像如果你的牙刷的话用软毛，放在那个45度，就是好像会稍微动到牙肉一点点。嗯，因为其实我们牙肉跟牙齿之间会有稍微的一点的空间。嗯哼，大概1到2毫米。嗯，所以其实你可以刷进去来。其实我们要用比较轻微的力度去，好像按摩我们牙肉这样。所以是真的比较好，轻轻咁样啦。所以是可以刷到牙龈，可是不能用力，不要太大力。OK， 就是不要跟他有仇这样子啦。你有时候很难控制，你知道吗？那个谋情力啊。OK， 好，那稍后来我们再请教一下 Dr. Chen 关于这一个可能一些保护牙齿的习惯啦，还有其他的一些牙龈疾病哈。守着 Melody， 那当然我们现在在Melody FB 上面呢也有这个现场直播，大家可以打开来看看。有任何问题呢，可以随时留言给我们。守着 Melody。OK 啊 ，FB Live 的部分呢、啊，继续我、哎、你问你就是代表着我们的还没有有人问问题的时候，我就先来问了，因为我以前哦，我真的也是真的试过牙龈出现问题，因为它真的是有脓，然后我去看牙医的时候，因为我一直长出来那个脓包，然后我那个时候我就去看牙医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你牙齿坏，啊、我就讲、啊、我牙齿坏和我牙龈有什么关系？那个时候我是想象不到的哦，原来我的牙齿里面有细菌，它有空隙，然后有细菌，然后那个脓没有地方排的时候，它就排去牙龈的部分。所以如果你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如果牙齿里面它发生感染的话，它的那个牙龈就会有脓包出现。对，通常的话是蛮常见的。其实如果好像你的牙齿一有动，而且那个牙烂的程度是深入到我们的神经线，导致我们的那个神经线坏死的话呢，就有细菌在那边做工，会感染哦。感染的话，因为我们的空间太小，那些细菌啊那些食物啊没有地方跑出来，所以它们间接性就在我们根部那里从那个牙肉那边显现出一个脓出来。那个就是牙脓包咯。可是有些情况我们讲的牙龈脓包，牙龈出脓的话又是另外一回事了。那是什么情况？不是从牙齿导致成，是因为可能牙结石积极在我们的牙肉深入在里面，有那细菌太多，或者是可能好像有些怀孕的那些妈妈，他们那种激素改变的话，然后他们口腔结节很差的话呢，很多情况的话，他们牙龈都会出毛。对，这是一个常见的事情。蛮常一下。然后如果有的话，又怎么去解决呢？我们需要去治疗了，因为不然的话，对我们那他的孩子会不好。可能可是他们能做治疗的时候是在第二期了，就是他们怀孕第4到第6个月。可是有时候没有办法的话，我们必须询问起他们的主治医生。因为有些情况他们的牙龈出脓的话，我们需要给抗生素。然后我们清洁的时候我们需要打局部麻醉。然后抗生素够，他们需要 follow up 几次来真正是清洗干净跟漱口水。可是这个东西会回来吗？这个情况如果你像譬如说刚才讲的服用了那个抗生素了之后，然后你做完所有该做的那个清理之后，它会不会是因为你还在怀孕他就一直回来？因为我们的他们的技术问题啊，所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必须保持口腔清洁，真的是要干净。如果是干净的话就不会发生了吗？通常是不会，可是牙龈可能会稍微一点出血，因为是他们的技术后面转变的那个过程。因为真的女生真的很
我觉得不容易啦，因为你刚怀一个孕哦，就是整身上下全部问题都一起出来。是，而且是你可能以前还没怀孕之前你是完全不知道，然后你如果身边没有一些有经验的人告诉你的话，你不懂啊，怎么我会这样随，然后怎么一直身体这么脆弱，对对对对，可是他就是一个孕妇可能就会比较常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些情况。所以所以都是建议他们定期去检查牙科。其实如果他们在 follow up 的时候，有时候他们的主治医生也会建议他们去检查一下牙齿。刚才你说他如果说孕妇她有这个问题，她去医治的话，是在他们第二期的时候，就四到六个月的时候。如果是她万一她是在后期一点，还是有这个问题，那怎么办？我们要看是什么情况了，因为担心的话，我们做一些治疗可能会引起。就是导致早产问题啊，或者是一些不必要的问题，所以第二期其实是比较安全的一个时候。可是没有办法的话，我们尽量看我们去 manage 那个 side effect 全部那种。OK， 就是一个风险管理这样子，对，就要看。对， okay, 所以就要 work with 他的那个就是主治的医生。那如果不是孕妇的情况啊，像我们讲一般人。我们正常一般人这样普通的话，我们其实刚才讲的要怎么样去照顾牙龈的健康这件事情，是不是其实我们一般用的是刷牙然后牙线就是主攻。刷牙牙线，可是如果你的牙齿更比较大的话，就再加来用小牙刷。可是 OK， 我觉得这个 general 的一个 concept 啦，mouth rinse 这件事情其实是鼓励不鼓励，和这个要看个人而定啦。有些他们说是你用了 mouth rinse 可以清洗一点把那些牙菌搬走，他们可以带来特定的一些效果嘛。所以如果你要做的话，就是先用牙线，刷牙，刷牙，可是你要等一段期间才可以用漱口水了。不能马上用的。不是很建议啦。为什么呢？我想知道那个原因。是因为刷了牙之后牙齿很敏感吗？因为其实啦，我们的牙膏是有氟化物的，所以其实氟化物是用来保护我们的牙齿。所以其实我觉得大众的刷牙方式会有点不一样，因为从小我们的父母或者是教学这样想，一刷了牙。就漱口，就如果可以的话，尽大可能留一点点牙膏。所以不一定要完完全全清洗的干干净净。我要吃牙膏咩？不要。我懂了。就像做麻香辣，你就在牙那边敷一层牙膏。喂，好可惜嘞，喂，这不是这个，我觉得习惯不至于啦，这开玩笑，不用太刻意。就是说，你去刷牙的时候，你不用完完全全把它就完全刷完，或者把它完全漱出来的意思。不是，刷完肯定要刷完。漱出来就不用。对对对，就是speed 到一点speed 完，你觉得 okay, 就是一干不用续到一干二净啦。因为如果你漱完的话，那一个 fluoride 的 purpose 在牙膏就是作废了。可是就所以就包括像是刚才讲的那个漱口水也一样，所以你刷完牙了之后，你要等，就不能其实不建议马上就用那个 mouth rinse 这样子，那要等多久？10分钟。Oh my god！ 要等很长。那如果 reverse 那个次序呢？我先用 mouth rinse， 然后我再刷，有差别吗？你用 mouth rinse 然后再刷的话，你好像没有清洁到你的嘴巴那样子。mouth rinse 好像 last step。它应该是 last step。rinse 掉你的 last 那些牙菌那种。Okay. 所以牙刷的话，先清掉那些食物杂质。OK。所以有些 content in mouth rinse 的话，可能是对我们的。你们有用电动牙刷的吗？我没有我是没有可是我有些朋友他们很爱用电动牙刷，他们觉得很好用，我是不习惯啊，就是喜欢 manual 这样子的，就其实也都 OK 的嘛，对不对？电动牙刷，所以看你会，其实看你会不会用而已，不要太大力牙的，没有这样，也是不太大力。又回到去那个点吧，因为大家刷牙的那个 purpose 是什么，然后你的那个坏习惯，像我这种就是我不大力，我觉得没有刷到啊。你可以照镜子，你可以看得出那个你的周围的牙齿的轮廓，植物有塞在缝一点点，所以你可以看去那边慢慢刷。我大牙力，就是局部的去集中那个活力。力对，我大牙力，因为有牙医在那边，有牙医坐在我对面，不敢讲话太大。继续请教，继续请教哈。OK， 往那部分再聊，准备 Melody。
啱听过两首歌，有费玉清嘅《一剪梅》，同埋有薛凯琪嘅《南昌街王子》啊。早晨你好，我系 Jason 林振前。早晨你好啊，我系 Rosie 陈志康啊。我哋现场咧都有牙医喺度啦，我哋有啊 Dr. Chen。系 Dr. 先生。啊，刚刚聊，其实私下聊了很多关于我们这个人刷牙的习惯啦，等等的啦。那么回归到可能一些牙龈疾病啦，我们听过说牙龈炎还有牙周炎，其实当中有什么差别的吗？牙龈炎是初期，牙周炎的话是比较中期的。虽然是同一个系列的，同一个系列，只是看严重程度。Uh-huh. 所以牙龈炎就好像就是流血了，然后有点肿胀，红肿这样子。然后如果初脓的话，可是如果你牙龈没有萎缩的话，还可以算是初期。牙周呢？牙周就是牙龈萎缩，牙带，然后牙带是什么？牙带就是好像当你的牙龈肿胀起来的话呢，你的食物会塞在牙齿跟牙齿之间，所以就是 OK 好像一个 pocket 这样子哦，就是有一个袋子这样子，有牙的袋子，OK， 这个是牙的袋子，其实是一种疾病这样子，牙龈的疾病。因为如果有牙齿的袋子的话，它真的是可以就装得下一些食物残渣，然后你又没有清理的话，它就会开始有细菌，然后就开始就会发生的化学效果，流脓啊，流血啊，严重的话就是牙齿萎缩了，然后牙齿松动，牙齿脱落，还有哪一些牙龈疾病是我们可能比较少去关注到，可是其实是蛮需要去注意的。这一类型是比较大众化的，可是如果你说什么导致成这种牙龈或者牙周病，其实有两方面呢。第一方面是牙齿的照顾方面，口腔健康卫生，吸烟，或者是牙周牙龈病啦，可是另一点的话，有一些另外的原因可能是medical compromise， 就是好像 patient 有那种比较糖尿病啊，或者是唐氏综合症、骨头塑身症啊，或者是有 patient 有用那种Retina 的药物的话，通常他们都会很长牙龈会有流血这样子的问题，或者白血病，压力也会导致这样的压力都有问题，压力也会导致。所以刚才说到的就是好几种的可能有一些原本就有的病症，那你可能就会引发可能牙龈也比较容易生病这样子啦。有没有说就是这种牙龈疾病，就是我们能不能够从一些我们基本的症状看出说其实它有一些潜在的病症这样子的呢？可能啊，如果他的牙龈持续出血，然后我们的牙龈口腔的那个卫生已经达到了应该达到的目标的话，所以我们要从另外一个出发点那边找取它的原因，可能它会有那一种维生素C 缺乏败血症，或者是维生素 K 缺乏，或者是它有那个凝血钙质也可能，凝血的那一个功能有点问题那种，所以那一些也可能是其中一点导致牙龈的问题，所以如果我们解决到牙齿口腔卫生，可是他还有出现这种问题的话，我们要进一步的去了解他健康方面的问题。OK， 好的，那稍后呢，我们继续请教 Dr. Chen 就关于这个牙龈方面，刚才有说到牙龈退缩嘛，那牙龈退缩之后可以用什么方法去治疗或改善的呢？同时可能一些朋友可能有这个吸烟的习惯吸烟怎么去影响到我们的这个牙龈的健康呢？稍后来请教一下 Dr. 首先 Melody。好啦，翻到嚟我哋 FB Live 嘅部分啦吓，那刚才有说到不同的一些病症的患者都可能会牙龈方面比较脆弱一点的，这样如果这样子的话，吃的是不是都是需要双管齐下，都要两方面都要吃药去治疗？要看情况，就是好像比如讲你列出一个病例，好像糖尿病症。OK， 糖尿病的病人的话，通常他们吃的那些药物的话，会导致口腔很干的话，我们需要双管治疗，就是我们需要问一下病人的情况，过后跟他的主治医生讨论一下。如果没有办法换药还是什么的话，我们牙科就需要去做 frequent follow up，
去做，因为那边没有办法，是因为那个是主要的病症，所以变成你要先解决那边。嗯，而且他们的牙齿会比较真的很脆弱。嗯啊，所以如果是洗肾类型的病人，嗯，我们又要更小心。就是他们有洗肾的时候用的药物是那种吸血血药吸血物的那种类型的药物。OK，所以可能有时候他们做牙齿治疗洗牙还好。好像拔牙的话，我们真的需要consult with 他的 primary 的 doctor。担心什么呢？他的情况是什么？如果在拔牙的时候，他是会流血不止？对，流血不止。嗯，他们在好像没有洗肾的那一天才可以接受治疗，而且我们需要确保他的凝血的那一个指数达标。我们回到去讲刚才讲的牙龈的这种问题了，因为有我身边的朋友，大家的其实对于照顾自己的牙齿这种事情，他们很 care。就譬如说我们刚才讲的那种 steps 哦，我每一天要照顾自己的牙齿啊，你看刷牙 ，OK 做了，牙线也用了 ，mouthwash 也用了，然后下来哦，这个是我。最近几年我听到的一个这样子的 concept， 我也是觉得啊，有这样子的事情的。什么叫 super floss？ super floss？ super floss 是指那一种喷水的吗？不是哦，它是一条，它是真的是一条 floss，可是它真的是因为很 super 的，因为像我们平时我们可能有一些做了一些treatment 还是怎么样，我们的牙齿可能有 breach 啊什么等等之类，其实像那种东西，像这种地方我们其实是 floss 不到，可是我听过那个朋友他是讲哇，他用一条很大的一个 floss 哦，基本上是。在你的 breach 的那些地方哦，去真的是把里面可能存在的那种食物残渣等等之类，它是真的清干净。因为 super floss 可能它的头部带来会比较硬一点，对，所以我们比较病人比较容易的通过它的 breach 下面 ，breach 下面用普通的牙线，因为太软，对，没有办法清洗，所以是有必要的啊。对，做 breach 的病人或者是 implant。比较需要用这种 super floss， 因为不然的话，他们的 bridge 那个比较好的牙齿的支撑点，改次会有问题。因为真的，我朋友是讲痛到什么意思？就是他用那个 super floss 是真的，真的，因为你要想看哦，他的 bridge 的那些健康的牙齿的那个地方哦，他们是 floss 不到了的，所以他的那些脏东西还是什么东西，他就是围在那个地方，然后所以他一。用 super floss 那个头比较硬的时候，一穿过去的时候，它是整个它的牙龈就开始出血，就一定流血了。可能它的力度方面，它要从一个比较容易进入的方式去放那个 super floss。可是这个它的 frequency 要多长做一次，最好是每天晚上。啊 ，super floss 因为你每一天都吃东西的嘛，你不刷掉的话。食物残渣其实那就累积了，累积在下面。然后过后的话，久了的话，你没有清洗会产生异味。我会好奇的那个点哦，另外一个点就是因为。它如果它的头和一般的 floss 不一样这样子了，我可以用 super floss 的那个 size 来就是 floss 我其他普通的牙齿，不需要啊。可是你这样你就有两 set floss 吗？两 set 咯。Oh my god！ 因为 super floss 是比较粗一点的，普通的 floss 我们是尽量购买那些比较小号的。比较定的那个类型，这个我就是好奇一点，因为现在市面上的那些 product 哦，你说有牙线，真的是一个 thread 这样子一个线，可是有一些是 tape， 对，我自己本身比较 prefer tape 嘛，其实为什么呢？我觉得它比较gum friendly， 就不会容易流血这种，对 ，OK， 比较容易进。可是如果那些 patient 你们的牙齿跟牙肉之间的那一个空间比较大的话，就需要用取的 floss 比较好，对， okay. 因为它比较大。因为我在想的那个问题，像譬如说一般人如果他在 floss 就是 super floss 用 super floss 去清理他的那种 bridge 等等之类的这种地方的话，他可不可以直接用那一个同一条的 super floss 去清理其他普通的牙齿？会不会太粗？太粗太粗了哈，不需要。OK， 那。
如果 super boss 来讲的话，另一方面有 air flows 啊，也可以考虑 air flows 啊，就好像那种喷水哦，那 water jet 这样子，对，是要找好对的品牌的 ，OK， 因为太大的力度可能会伤到羊，所以不是大力就大力度就一定好，所以是要适中、啊，因为我们的羊肉其实是很软，嗯 ，OK。你不要考上鸭肉跟你有仇这样子、okay. 真的不要跟他对抗、哦、好，我们看看说到产品的话呢My Wong 就问说，请问用牙粉会好过用牙膏吗？牙粉其实你要看一下那个牙粉有没有 correct content、我其实没有这样很大的接触到牙粉、通常我都是会 recommend 牙膏。OK， 所以主要是那个 fluoride 的那个 content。可是我们做一个 general 的一个 education purpose 啦，就其实牙膏里面最重要的那个成分，像 fluoride 的这种物质，只要有它在的话，其实它就 consider 一个 OK 的使用的牙膏了。你要确保它也是在一定的程度800 ppm 以上。很多像市面上的牙膏，其实他们都有达到1000到1250 ppm， 是不是越高就越好呢？还可以接受了，就是安全程度了。市面上可以卖的那种牙膏，其实是通过我们真已经设就 KKM 已经 OK 了的。对，我们只能摄取一段的一定的那个分量。因为像如果我们一般讲哦，你说买很多的牙膏，大不同品牌是不同的那种 range 的东西，他们都会讲啊、哦，这个保护牙龈有什么多少小时啊，还是有什么不同的功能？这种东西会不会是其实我们应该要放最 primary concern 去买牙膏选择的部分呢？对，就是看你 target 什么。如果你牙齿 sensitive， 你就找 sensitivity 呢。如果你牙肉问题经常出血或者是萎缩的话，又要找那一类型的牙膏了。市面上有不同的公司，它给不同的牙龈跟牙周问题。OK， 好，我们看看大家的那个问题。Christine 问说，哎，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把那个牙膏吐出来呢？还是应该把那个 fluoride 留在牙齿上面？应该刷干净了，你先吐出来，然后你剩下觉得一点口水，你也是吐出来，就是剩一点点就好。就是感觉上，因为你会觉得不好。对，这样很像残留着这样。我不想吃牙膏，对就是你就把所有你牙膏刷了之后，那个泡沫等等之类，你就吐完出来，可是就不用漱口，是这样子的意思吗？对，尽量去有。其实很多个牙科的那一个 association， 他们都有这样子建议啦。OK， 英国的。好，我们回来我们 on air 的部分先啦、好，大家有任何问题继续留言给我们哈，待会我们看一看守着 Melody。 好了，听过 Kelly 陈慧琳的有福气之后呢，继续今天的健康星期四啦，关心一下我们的牙龈的健康。我们在现场呢请来疾病 Hospital Eye Care 的牙科医生，我们有 Dr. Chen 的 Dr. Chen 你好。Doctor， 刚才我们其实有问到一个问题，因为如果真的不幸有这个牙龈疾病，还是牙龈已经开始在退了，退缩了之后，其实这个是 reversible 的吗？它可以救回来吗？还是已经 sorry damage is done？ 如果是早期那种牙龈的疾病啊，造成牙龈流血啊，或者是口腔异味啊那种，possible reversible 的。可是你要去见牙医，评估一下你的牙龈疾病的程度先。过后可能需要局部的清洗，如果出脓的话就是抗生素。可是如果到底真的是牙龈萎缩情况，要看它是中度还是严重程度。其实最大的目标，其实我们只是要prevent 它 worsening， 就是不要它去恶化。如果你讲完完全全的治疗完 ，for example， 就是好像那个牙龈萎缩已经是半颗牙齿，这其实程度上是真的很，可能你需要一些 surgery， flap surgery 去来补回你的牙龈的位置。哦，还有这样子的，有这样子 service。可是，我们牙科专业的那些专科医生需要评估一下你的牙龈程度，而且我们很大很大需要的是病人的配合程度。为什么？因为你要很 frequent 的要去见 dentist， 一直去洗牙，可能你要放 antibiotic 在那个牙龈那边，可能或者是牙医一直要去评估你的恢复能力。都好像你只是做到一个阶段，
你的那个萎缩一定会持续恶化，或者是他如果你做了 surgery 他也会恶化回去。哦，所以 要做的话就要进行到底，你不能就是觉得哦我差不多了，我觉得 OK 了，我可以接受的程度范围之内。你需要放很大的口面进去。可是你讲真的是完全治疗的话，要看病人的那个萎缩程度。对啊，也要看那个病人他自己的再生能力有多强啊。对也对啦。OK， 那我们再看看牙龈健康方面，就我们可能经常会听到一些可能有抽烟的朋友，他们的牙龈可能是特别的有问题这样子的。其实是怎么影响到那个牙龈健康？还有如果说真的是有些朋友 OK， 我下定决心我戒烟了，能不能够真的是可以逆转那个情况？看他吸烟了几久咯。通常性的话，如果他的牙龈问题不是很严重是可以逆转。嗯哼，因为吸烟里面的那个化学成分呢的那个热度mechanical hotness 在我们的那个在他们的口腔，会导致牙菌斑滋生会比较 frequent。牙菌斑滋生比较 frequent， 然后导致他们的口腔很干的话，他们的牙龈萎缩程度会比较高过其他人。OK， 然后就是如果当他们停止抽烟要哪一段时间？有些人可以拿六个月，有些人一年。可是如果他牙龈程度萎缩程度真的是很严重的话，可能需要各方面都比较深入的去治。OK， 也是那个 commitment 啊哈。如果真的是要把它治好的话，需要很长的时间哈。好，那稍后来我们继续请教一下 Dr. Chen 哦，关于这一个在家里面的一些护理牙龈的最佳方法啦。虽然我们刚才聊了很多啦，真的，我相信还是有很多很多方法可以跟大家参考一下的。守着 Melody。好，我哋睇一睇有唔同嘅问题入嚟啦。这个 Yling 他问说，可以自己买工具，然后自己去剔除那个牙石的吗？DIY 比较不建议啊，因为说你自己本身是没有看到后面的牙肉，可能你会伤到你自己的牙肉。而且那些你可能比较尖。所以你也没有办法的清理。亲爱的，就unless你自己本来就是 dentist 啦，要不然的话，为什么不要交给专人去做呢？因为有些人是很怕去见 dentist 的。为什么？你看，像朵朵倩又漂亮又可爱，对，又友善哈、哦。可是有些他真的是有一些莫名的恐惧啊，我相信可能你的病人也会经常告诉你吧，就我很不想来见你这样子。小朋友比较多吧。我觉得我发现是大人呢、欸，是吗？大人对于某牙医科的一些东西，比如他的工具，或者是他一些工具发出来的声音，会恐惧的。对。哦，没有，我突然间想起了，其实我去见牙医的时候了，有时候会因为我是比较chill的一个人，我没有什么压力。可是洗牙的过程里面哦，那个时间不能太久。你会不耐烦，不是那个声音会造成情绪紧张哦，这就是大家怕的地方啊。你 OK 啦，就大概你30秒、1分钟这样子，我觉得还可以忍受。比如你超过2-3分钟的时候，你突然间觉得，可是它是断断续续的嘛，这种断断续续，对。我们会，我的话我会叫病人停一下，给他 stop 个口，询问一下他的状况 ，OK， 我们可以继续啊。我通常直接跟牙医讲是，你有这样快就那么这样快了，你就不要中间停啊，快，你 fast forward 啦，你 times two 啦，times two。所以刚才你说就是给他们就是可能停一下漱漱口，这种都是一些心理的策略吧，预防式去帮助病人去放松一点点这样子。天下，对，所以他们会没有这么紧张。所以真的不是牙医八卦要跟你谈一些有关五A博A的东西，我是要让你放松，跟你聊天。他是有目的在做这件事情的。可是我觉得看一下 Yling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因为他讲孩子会喜欢吃牙膏，所以儿童牙膏其实也是安全的吧？牙膏其实安全的，你要跟着市面上的那个岁数的那一个。指标去购买，因为我觉得 follow up question 我自己会想要问的是，现在很流行网购这件事情，因为如果你说我们在普通的那种 personal care store 买到的，我觉得 OK， 大家就都知道它是合法合规，而且是 KKM approved 的一些产品。可是如果像是网购上面的那一些就牙膏啊，就口腔用品的话，其实是不是安全？你要去他们 authentic store
authentic store 啊 ，authentic store 啦。可是因为有一些它未必是有，就是进口到马来西亚，它未必有经过一些认证啊等等的，它可能就是在别的国家，它可能在别的国家是valid 的，它是 legit 的，它是 OK 的，或者是 popular 的，对对对，所以它才会在网购。或者有一些就最可怕的说，哇，它是一个强力的，它就是一个特别 power 的这样子，会不会令人担心？会，因为有时候我举例来讲，我有一个病人，他是 cancer 的，他需要用特定的一种牙膏，然后他去上网购买，可是他觉得那个牙膏好像是假货，假货，对对，所以很难，我们很难去顾虑到，就是非常顾虑到，就是不知道他是不是真品。嗯，所以怎么办呢？如果是在这种情况，就去合法的管道买咯。OK。其实马来西亚的这种的牙膏 KKM approved 的都 OK 了，其实应该也蛮多选择了的吧。而且如果说刚才比如说一些 cancer patient 他必须有一些特定的牙膏的话，就跟在马来西亚也是可以买得到的吧。有一些可以。如果他不是 over the counter 的那一种的话，我觉得是直接是应该可以透过医生还是透过去推荐pharmacist 去买吧。需要 prescription。我觉得这种就大家不要 take the risk 啦，因为像一般上如果是真的是在网上面哦，他给你的货到底是不是真的你也不知道，对吧？而且我们也不知道他拿到的货本身是不是，他也不知道，对，可能那个商家本身都不懂有问题。对 OK， 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去一些合法的管道啊，一些主流的管道去买，就是比较安心一点了哈。如果有不安心的地方啊，就像刚才说的，你请教一下你的 pharmacist， 你请教一下你的牙医啊，确认一下咯，就是让自己比较心安一点哦。OK， 那我们看看刚才我们有说到嘛，就是有一些特别的病症的朋友呢，如果说可能他的那个牙齿流血的话啦，牙龈流血的话呢，会流血不止啊。黎平呢，他就分享了一个他当初的情况，儿子洗牙之后回来真的是流血不止哈，然后就赶快带他去医院才止到血的。所以说到洗牙的时候，他都会害怕。可是我在想哦，一般上如果洗牙的话，就是他会。在洗牙过程里面它会碰到你的牙肉啊还是牙龈的话，所以一点点的流血，正常流血是真就 是 OK 可以接受的。OK， 对。可是如果你的牙齿会很多的话，当然你的流血量会比较多。因为那个牙齿已经是推着 compress 我们的牙肉，所以当我们一洗掉那个牙齿就好像 relief 的话，那个 compression 在那个 blood vessel 全部，所以你就会流血了。所以大家其实如果洗牙流一点血是正常的啦，是正常的。可是流血不止的话，你就要去医院了。可能是伤到，或者是我们要看一下情况去止血。其实像这些啦，无论是洗牙或者是拔牙什么的话，当然也要看个别牙医的，因为其实大家的那个功力都不一样的嘛。会不会说就是有一些可能是就是如果很累面这样子哦，太大力啊或者怎么样，会让它会更容易受损。就是如果比如说简单的说洗牙或者是怎么样，要看那个牙齿的厚度，而且如果有时候太久没有洗，那个牙齿黑掉的话，我们可能就要加大我们的力度。哦，所以是这个也是正常的啦。这他也不想的，因为他得空没有事做，然后是你太久没有来找我们了。OK， 所以这方面呢就给大家参考一下啦。如果大家有其他相关的问题的话呢，可以继续留言给我们。那我们来到最后一段呢，一起来了解一下其他的一些保护我们的牙龈的一些最佳的方法啦。还有就是譬如说有些人有做那个戴牙套啊等等的，这些也是可能有会产生另外一 set 的问题也说不定。好，那我们稍后回来请教一下 Dr. Chen 守着 Melody。 来，7分钟。早晨你好，我是 Jason 林振前。早晨你好，我是 Rosie 陈子豪。你刚刚听过就是王姐的心痛，继续今天的 Melody 健康星期四了，继续请教一下 Dr. Chen。 Dr. Chen 有一些朋友呢，他们可能有做一些就是什么戴牙套啊等等的，就是这些对牙龈健康会有怎样的影响吗？虽然他说长远来说他是希望矫正牙齿等等的，可是在做这一个过程的时候会有哪一些特别的影响需要特别注意的吗？需要比平常人更努力去清洁牙齿，因为他们比较容易会得到那种牙龈疾病，因为他们很难清洗他们的牙齿跟钢线之间的空间。
嗯、啊，就好像我们需要只是说一下，可是他们更需要两次的时间来去清除他们的。可是如果他什么是戴真的是牙套那种矫正牙齿的话，就是 Invisalign 的那种的话，其实他们会比戴就是绑一般的铁线的那一种容易清洗吧？啊，那个会比较容易，嗯，戴铁线的，嗯是，可是还是有一点，你还是花一点功夫啦，像我们的朋友阿明这样子，对，他天吃东西就真的很麻烦，因为你要拔出来啦，然后就吃啦，然后又带回去要清洗啦等等的。我好奇啊，所以。像譬如说戴如果是透明牙套啊，然后去和 compared to 就是戴铁线绑牙的那一种情况的话，它的那个速度，我们就是矫正牙齿的速度、就成效是会有明显的分别。会，可是你要看一下你的牙齿的猫耳骨线的程度。有些他们不适合那种 transparent 的 Invisalign 那种。就必须用 traditional 的那个铁线咯。比较猫的 condition 就可以戴那种透明的牙套。透明的牙套时间来的不会太长。比较简单性可以用那种，而且比较美观。没了，因为我有绑过。然后我第一件事情是我是一直觉得很痛。痛的原因是因为它不是有几个 point 这样子的，然后那个口腔一直磨啊。磨到它就是脱皮肉出血、是正常的吗？这样情况？其实带铁线的、是正常的哇！因为我们好像特定有多了一个铁在外面，对，靠近我们的牙。然后可能它是发热期的时候又红肿嘞，没有要真的是花一段时间哦，去习惯它，去习惯，然后你的那个脸型才会 OK， 我会迁就你的那个多了一点的那个 point 在那边。OK， 那刚才有提到就是可能绑牙的朋友啦，吃东西有时候麻烦啦。说到饮食的话啦，有没有哪一些食物或者是饮料对于牙龈的那个健康是会不好的？ Carbonated drink， 碳酸饮品呢、或者是那种粘性甜食啊，嗯，或者是好像面包软性的那种食物啊，比较粘性在我们的牙。你是那些是担心说它粘在那边，然后你没有清理干净吗？可是它吃的当然是没有影响的嘛，对不对？对，还有就是那些药物啊，也是会导致的，你讲饮料酸。那就譬如说啦，我们讲汽水也好，我们讲碳酸饮料也好，我喝了，可是我去刷牙，OK， 这样是不是代表没有问题呢？是啊。可是如果你喝了的话，你要漱口，不是直接刷牙，因为那个甜度会保留在你的口腔之间一段的程度。就是我如果去漱口刷牙也不漱口可以啦。刷牙未必不要了。刷牙不要。对，吃了东西过后刷牙也不建议了。如果你要刷牙，等半个小时。亲爱的，这个是电锅三关呢。真的耶，我们以为就是立刻刷也是没有问题的，不是特别的干净吗？不是，因为我们吃东西的时候，我们口腔是比较酸性的，就像我们胃部食物会分泌出点酸性，所以口腔也是会 OK 所以好像就在消化这样子的口腔。所以你要等半个小时，最少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过后，你才可以刷牙，不然你会伤害到你的牙齿表层。OK， 所以是马上漱口是可以的。可是就不要马上刷牙，要等半个小时才刷牙。哇 ，OK， 亲爱的，所有的人在听着这个节目，麻烦你们去更改一下你们的那个 understanding 啊，还有那个习惯。好了，那今天呢，在麦乐迪健康星期四呢，非常谢谢 Dr. Chen 的这一个分享哈，也给大家参考一下，大家好好的保护我们的这个牙龈健康啦，谢谢你，谢谢。